子英，子英，哎，啊，你卡掉。阿姨，您能说普通话吗？我们听不太懂。你是谁呀？我们是子英的朋友。子英没在家。哦，那子英去干嘛了呀？割猪草了。割猪草。哦，您是子英的妈妈吗？是的。啊，好重，我也不知道你来了。快闭嘴吧。阿姨你好，你好。你坐嘛，坐嘛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阿姨，您的子英真的非常能干啊！就我每次过来看他，不是在抓猪，就是在背柴，真好辛苦。是的，子英是能干。我们孩子三个娃子当中，子英是能干。他们我都不起他，他爸爸走了以后，没读书了。哦，那您今年多大了？今年49了吧？哦，49哦。哦，那您和叔叔什么时候离的婚呢？3年了。哦，对，3年了。哎，张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又来蹭饭了。出国了。他是我朋友。我的，你哦，这个是我妈妈。那我和阿姨已经认识了。认识了？对呀、啊。你可以啊，张浩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放下去啊。好。子英。啊？刚刚我和阿姨讲了，就是你弟3年来的不容易，我觉得你真的挺辛苦。那你恨他吗？恨他，恨他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其实我很羡慕原生家庭的孩子，从骨子里面发出来的这些是我们应该承受的。别管他，没事没事。子英，等一下。浩总，你今天准备的礼物可真合适呀，才好准备的。子英，给你准备了小礼物。哇，你给我买什么？那裙子。裙子啊？对。你给我买裙子？哇，我的天哪！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收过花呀。我们浩总有心吧。谢谢。好，子英，快去把衣服换上吧，我看看什么样子的。啊！子英，这个衣服真的好适合你，穿上好漂亮啊！那子英，我们去上山转一转吧，我们去散散心。那我去换件衣服。哎，别啊，就穿这个衣服啊，就穿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真的好看。那走吧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嗯，其实我很开心遇到你。我也是。